我的拍摄被工作人员阻止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到 JB 这一边，然后现在来这个柔佛古庙，很想要做一点拍摄分享给大家看，可是因为在室内的拍摄被个工作人员阻止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拍摄。来到这里一定要买这里新鲜出炉的香蕉蛋糕。现在来 check in 咯。
few moments later. 何？接下来的画面是和工作人员商量而另安排的。你们看，为了不要浪费这个豆酿汤，我们另外加一个米粉，米粉配豆酿才好吃嘛。menu 里面的没有了。menu 里面没有了。豆酿米粉好吃吗？这里食物方面选择性很多，食物好吃，吃得很饱，物有所值，适合一家大小来用餐。